金融圈焦点来看到，金管会宣布缓议中信金投资星光金案后，中信金昨天晚间发布重讯，指出针对金管会的指证，将尽快重新修订计划，星期五再送董事会核定。不过即使董事会通过，中信金预料也会在金管会署议的时间等10月9号台新金、星光金股龄会结果出炉之后再送件。